艺术人生暑期创新系列致青春，60后朱军邀请80后谢娜客串主持暑期个别节目。举手留下，我来了。15位嘉宾青春各不相同，回味当年快乐与感动。在这个舞台上，你同样可以感受得到艺术家们对生命的思考，他们对青春的回顾。每周四21:25，系列节目致青春，敬请关注。林俊杰做客艺术人生，老婆，开启巡回之旅，巡回童年。那还等什么？好，现在就去。巡回勇气，巡回梦想。有答案吗？没有答案，找不到。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寻回单纯的快乐。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欢迎大家来到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本栏目的礼品是由山西湘子老粗布家纺独家提供的。今天做客我们艺术人生的这位嘉宾呢，在他新近出的一张专辑当中有这样的描述，他说：生活中我们永远在做着同样的一件事儿，这就是巡回。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请大家跟我一起跟随着他的歌声，跟随着他的音乐，一起去巡回过往。来，掌声有请林俊杰。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闪电，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哇，这个环境回到熟悉吧，回到小时候。有这张照片很有意思，姐姐你来看看。我发现这是你吗？是你哈，抱了一个忍者神龟，抱的就是他。对，是吧？小时候最爱的这个东西。你按照这个相片上的你来做一下这个姿势，啊，好，这样子啊。大家从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当中可以感受得到啊，其实我猜想，林俊杰童年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很内向的孩子，不愿意表达，所以用忍者神龟挡着自己的嘴。其实我在跟他接吻。非常遗憾，你妈妈不能来到现场啊。那她的藤条来了。她把藤条寄过来了，所以我暂时扮演一下你妈妈。妈，怎么样？啊，完了，放学回来，俊杰，弹琴了没有？昨天弹过了。昨天弹过了。是。我告诉你100遍了，回到家写完作业要弹琴。啊。每天一个半小时。好，知道了，知道了。那还等什么？好，现在进去。看爸爸打电动，然后自己也就是忘记要练琴这件事情。嗯，然后妈妈就很生气，她就马上拿了藤条，然后一话也不问也不说，她就知道我在偷懒。对，她就看到我的手就打下去，啪，到今天还有留这个疤。真打呀？真打，流血了，马上流血，还真是有个疤。对，有个疤。然后我妈妈看到流血，她应该也有吓，真心疼啊。对，也有吓，然后就马上把我包扎，马上帮我这个处理。可是我觉得那个经验是让我今天永远记住，记住的不是那时候的疼痛，而是记住那时候妈妈给我的一种很高标准的教训跟要求。这个场景非常的抽象啊。这个我开始拿起我的那个武器了，拿起你的这个。不当不枪，哎，对，我想问一下，大家都知道哈，我也当过兵嘛，15年啊，而且我在侦察连待过，嗯，这个你能不能告诉我，新加坡的军队训练是什么样子的？开始当兵的时候啊，一定要经历过大概3个月的这个基本训练，
那跟我们一样，三个月的新兵期，新兵连要学会基本的立正、稍息，对，左右转、齐步走，这样基本的军姿，是以及军人的一些基本的条令、条令，是吧？对，你还能行吗？还可以啊。我喊一口号、口令，试试啊。中文的，我们的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对，我没关系，我尽量。咱们看看区别在哪啊？好，我来咱中国这个啊。好，来啊，这得系上扣子。来，那我也来一下。准备啊，好，来，立正，稍息，稍息，他们没有这口令啊，稍息是什么？没有这口令哈，立正，这就是差距啊，咱们立正就这样，他们得，对，啊，就这样，好，那从这儿到那儿齐步走啊，你在前面，我在后边，来。齐步走，立定，还是有区别的，对，不太一样，味道不太一样。你们是高摆手，对，高摆手，我们是往前，这里是吧？啊，我们是往前。我学一下，在这儿哈，你，我在你前面啊。你看是这样，我们是这样，来，齐步走。啊，是这样。你看都在部队待过，马上无论是这个新加坡的部队还是咱们中国的军队啊，都在军队待过的，对这个环境好像一下子就有一种亲近感，对，熟悉感。但同时我相信很多思绪都回到脑海，好多回忆。我印象比较深刻是我头发，你头发对，直接就剃光了，剃光的样子啊，这是要到部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剃头。痛苦吧？还蛮痛苦的，蛮痛苦的啊！你在部队长回来还蛮久的。还记不记得你们当时在部队的时候？你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出操的时候，睡觉前是不是都要唱歌啊？都要唱。你们都唱什么歌？通常在操兵的时候要唱。对，我们一般在宿舍门口啊，啪一集合，然后往这个食堂带的路上，都要唱歌。如果唱不好的话，带回去重新走一遍。对啊，你们都唱什么歌？我们唱。就是军队专属的一些歌，你唱几句我们听听。英文的啊，好来，反正你唱什么我也听不懂啊，你随便唱。Training to be soldiers, fight for our land. Once in our lives, 2 years of our time.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y must we serve? 'Cause we love our land and we want it to be safe, to be safe. Yeah. 这个呀。肯定是他现在发挥的，最佳的。你要在部队的队列里，呀，班长一脚就出来，看什么呢？这是啊，都差不多。我们那时候也是啊。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你来自边疆，他来自内地，我们。高的友谊，把我们连成一个钢铁基地，钢铁基地。哎呀，很棒啊！我刚才脚步错了吗？什么？啊？谁顺了？他顺了。他们说你顺了，刚才走的时候你是这样了。啊，不对是吧？你真这样了吗？没有啊，有吗？没有啊，真的顺了。好，那就是这是一段快乐的回忆啊。你在部队待了几年？待了2年半，18岁高中毕业之后就去当兵。当完兵大概也21岁了。但是你好像挺幸运的，你三个月的基本训练完了以后，你就被分到新加坡陆军文工团了。文工团，对，文工团。为什么就把你分到那儿去了？因为在新兵连的时候，之前活跃。做应该算是去应征吧，然后因为我的当时跟唱片公司的老师老板也是文工团出来的，所以他也是介绍我，把我介绍给文工团里面的这个长官，对，然后就刚好透过他的介绍，然后就有机会到文工团，到文工团你具体干什么呢？
哇，文工团做的事情好多、哦。比如说，除了基本的训练还是要继续做的之外，因为我们文工团主要是表演为主，文工团也有分乐队，也有分合唱团，也有分所谓的我们那时候的艺人，在文工团里面的艺人，对，就是演员剧团。演员剧团，然后我是属于在演员剧团的，然后要学的就是唱歌啊，唱歌，跳舞啊，跳舞。演戏啊，舞台剧啊，默剧啊，对，主持啊，样样都要来。你还当过主持啊？我也当过，我也学过一些些。那个时候我记得一场演出，大概要两个小时，那两个小时通常比如说歌手的话，你就比如说有很大拼盘，很多歌手参加，比如说有15个歌手，你可能自己的部分只要唱2-3首歌，可是我们在文工团里面，你虽然可能只是唱2首歌，可是你其他的歌曲你还是要唱，你还是要跳，所以我觉得在文工团里面一个表演2个小时当中，你必须要不断的在换衣服，不断的在登台下台，登台下台，然后一下子唱歌，然后下一首歌你就上来跳舞，伴舞了，然后再下一首歌你就上来演戏。我觉得一个人要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啊，很辛苦。但就在那个过程当中，虽然辛苦，锻炼了自己，也让自己丰富起来了，所以舞台经验可能瞬间就从零一下子就增长到了数百场，真的就是训练不只是体力体能，也训练内心的那一块。对，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在文工团的时候，我们都会唱很多的流行歌曲，然后英文流行歌曲，我记得刚好那个西洋有一个乐团非常的火红，叫做联合公园，然后他们有一首非常红的歌叫做这个 In the End， 然后我在唱那首，我当刚好是主唱，然后唱到副歌有一句叫什么 ？I had to fall to lose it all.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意思就是我必须跌倒，才能站起来，然后失去一切，才懂得其实一切都不重要。这样的一种很摇滚的精神的一句话。那我当时在唱第一句的时候，我必须要跌倒，我真的跌下台了。是真的吗？从2米半高的就掉下去了，整个全场吓到了。然后，可是我还是站起来。我后来就说，跌下去 ，I had to fall to lose it all。然后我站回来，继续把它唱完。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唱完之后，全场就站起来鼓掌。人家还以为他设计好的呢，没有，真的跌下去了，非常痛，很痛。对。对，但是呢，这个可能那个时候的那个跟头啊，恰巧应和了歌曲的内容。真的，刚好跟那个歌词是搭在一起。对，男人嘛不怕摔跟头，摔了跟头爬起来，继续，更是一条好汉。对，是吧？对。哎，我相信在那文工团里，你有很多特别让你值得骄傲的事儿。今天在艺术人生的舞台上，我也没问你，你就给我们抖露了这么一糗事儿。哎，为什么老是对这件事记忆这么深刻呢？因为我很怕出糗，啊，出糗的时候就会想，记忆非常深刻。然后，可是我觉得出糗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比较能够自己去找到学习的地方吧。那说到这儿，我觉得有一首歌非唱不可，那就是记得，没错，记得。在我当兵时候写的一首歌，对，来，有请。好。一句话是我们
是清楚的，有一天，有一天你也会听的，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有人能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我带着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记得这首歌除了让你回到刚才这火热的军营之外，你还记起什么来了吗？记得当时我是一个非常痴情的小男孩啊，我牵着你的手说好了要和你走到最后。 对那人谁啊？那个当时的女朋友吧。初恋是初恋吗？当时高中的时候交的女朋友、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去当兵。通常这个初恋的都会刻骨铭心，对，是吧？对啊，你同样吗？非常。为什么分手了呢？后来是因为自己的梦想。你的梦想？对，因为自己有决定说要开始这个自己的事业。然后去台湾住一阵子，然后就要离开家乡了嘛。那离开家乡的情况当然就会想说，那要维持这样的一段远距离的感情其实非常的没办法继续经营下去，因为我那时全心全意就是希望说把注意力放在工作，放在事业上面，所以就做了一个决定。对，就分手了。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多年了哈、好多年过去了。但是我看你谈到这一段的时候好像还是有点黯然神伤的意思哈。没办法，人家已经结婚生小孩了。哦，都结婚生孩子。对啊。那你还是不要去打扰人家了。
没有，现在我觉得这是祝福，祝福。心里默默的祝福他，也好哈、啊。其实男人有些感情的经历会让自己更丰富，对不对？嗯。还有记得这首歌，永远的让你记得，并且让很多歌迷呢也分享你的那一段甜蜜的恋情。嗯。啊，但是有一个你的一个决定，我是不能理解。就你离开部队以后，很多人离开部队以后会选择去上大学，是你没有，你选择了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你就直接就去对闯荡了。我之前是其实也报名了大学，嗯，然后我也升了大学，嗯，然后大学也寄了信给我说我已经入选了，嗯，当时也是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然后可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要出道了，嗯，要出道了，要做音乐了，然后公司也希望我是全心全意的放在这个事业上面，是做了一个蛮大的决定。但是我就想，你的父母会同意哈、啊、那会儿，因为你说你家庭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家庭啊。我记得爸爸其实蛮反对的，嗯，一开始爸爸就一直坚持希望我边念书边工作，嗯，试试看去挑战，那、可是我那时候也其实蛮知道说。如果真的要投入工作，我必须要全心全意，然后也所有的时间应该会放在工作的这个地方，嗯，而且很难，没办法，就是还在新加坡，然后边念书边做，会做的可能两头都做不好，对，两头都做不好。嗯，那我就跟我爸说，就是说有一个约，后来就说服他，嗯，努力去说服他，给他一个跟他有一个约定吧，就跟他说，那我试试看，让我试试看。给我两年的时间，嗯，那我去闯一闯，然后两年之内，如果成绩不怎么好，或者是如果决定还是念书，那我们就回来再读，这样子，对。但你真的很幸运，我算蛮幸运的。两年以后，真的就让你父亲放心了。对，我记得一开始在台北生活的第一年其实是最辛苦的，嗯，因为第一年我什么朋友都没有，人生地不熟，对，人生地不熟，然后也不习惯，嗯，然后也自己一个，第一次自己一个出国，嗯，然后第一次自己一个在外面闯，然后可是我那时候告诉自己，就是都已经来了嘛，嗯，都已经来了，那就努力的把每一场表演每一场活动就是好好的把它完成，然后就是把每一首歌唱好，嗯，然后就很幸运的，就是还是得到很多粉丝们的支持。对，我相信应该现场有一些朋友是跟着我来的吧？对啊，第一张专辑开始。对，十年前就跟着他哈。对。一直走到现在，真的不容易。要谢谢你们，你也十年了哈，你那时候才六岁吧？啊，他这一路走来呢，我们回忆了很多啊，我们回忆了童年，回忆了林俊杰的坚持，回忆了他的勇敢。嗯。那接下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嗯，我们就要向梦想进发。好，这样离开这个军营，咱们去艺术人生的舞台，好吗？回来了，回来了，终于回来了。本栏目的礼品是由山西湘西老粗布家纺独家提供的。回到这个区域就一下子放松了很多吧？嗯，对，这都是你熟悉的乐器，熟悉的环境啊。你平常都要拿着它去这个创作演奏？我到处飞都带着它。到哪？到处飞的时候都带着。哦，到处飞的时候都带着它啊。这个就带不走了。都是你当然带吉他或者是键盘，你都会带着。带着创作跟。编曲啊，嗯，对，我是随时有灵感的时候都有灵感的时候随时就可以。哎，咱们刚才聊了那么多，嗯，有没有内心有没有什么样的冲动要创作的冲动？创作的冲动啊，现在吗？此时此刻啊，对啊，此时此刻。我刚刚聊到第一张专辑，其实我反而想到的是当初坚持努力把每首歌唱好啊的那些歌曲。对，我记得第一次来内地。嗯，宣传专辑的时候也是来到北京，嗯，然后有一个有一场歌友会，嗯，然后在歌友会上面唱了很多第一张专辑的歌曲，嗯，我对那个画面非常非常深刻，印象很深刻。所以今天你模拟一下那个场景，我来试试看好了。啊，好。第一张专辑有一首歌曲是，我每次唱的时候还是。啊，拿吉他了，
应该想说试试看一首比较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曲，应该大家看过我跳舞吗？年轻小伙子在跳舞，然后唱轻快的歌曲，对，你唱啊。这是你自己的啊。对对对对，我听说你2003年刚出道的时候也经常会学这个别的一些歌手的歌。学呀、啊、学那些大哥的歌，比如说张学友的呀，阿杜的呀，是吧，都会学他们的歌。你能唱张学友的歌吗？张学友啊，张学友、我想一下啊，情书是吧，好客气还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把血都冲突，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好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把血都冲突，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我怎么一直唱着一样的歌词，一样好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流着情书，伤口清晰压比昏迷中枢，紧闭着双眼又坐着坐不住，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立得住。嘴型很像，有吗？啊哦瞧瞧，话筒头都给唱掉了。谢谢谢谢。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好了哈、啊，谢谢谢谢。好了啊，我就是一个贴心的男人嘛。刚才唱的阿杜的你能唱吗？我觉得张学友的我能理解，阿杜的那个那样的，你能唱啊？他已经很爱你，我把我放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已经很爱你，一定我会好好的，不会像我这样爱自己，为难着你。这个表情看一下，他阿杜有一个招牌动作，他在唱歌的时候他会顿一下，他会这样，爱一定很爱你，也把我踢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会这样。你注意看他的以前的那个片段，对对，这个大陆也有这样的歌手啊，是这样吗？哦不，杨坤那个他那个是那，我跟你们学一个人，你们一定知道会是谁啊。说句心里话，谁啊？李军健吧，真的招牌动作啊，对吧？他那个歌手呢，可能各自都有各自自己的一个习惯性的习惯，习惯啊，习惯他唱着是吧？对对。啊，你是吧？他这么唱着舒服，那你没办法这个事儿。对，各自都有各自的这样一个唱歌的习惯。其实我觉得你真的很幸运，就像我那边说的一样，你出道不久，一年的时间吧，就凭借着《江南》是吧？是。一下子一炮走红了，而且呢，一路走得很顺畅。嗯，算是吧，算是顺风顺水吧，顺风顺水。
但是呢，有一个坎儿，我觉得不能不提。嗯，你好像在2009年的时候经历了非常痛苦的100天。对，那段时间身体不是很好。是为什么呢？压力大了，那时候刚好又在跑巡演。嗯。跑巡演的过程中，其实很多的压力，然后必须自己去扛，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我的胃本来就不好。嗯。然后那时候刚好又胃酸倒流，胃酸逆流，然后可能伤到反流性食管炎。对对对对对，伤到自己的声带，然后声音变得非常的不顺。胃酸把声带给烧了。烧到了，然后就在演唱会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声音高音唱不上去，一开始就是感冒，然后可是感冒一直不好，然后一直不断的感冒，有一天突然咳嗽，突然在自己家里。咳嗽看到咳出血来，嗯，然后咳出血的时候就有点觉得好像蛮严重的感觉，然后就去看医生，可是那时候已经是蛮严重的，嗯，对啊，那段时间歌都唱不好，怎么唱？因为可能之前唱歌都会觉得说飙高音这件事情很顺畅，很随意，很好玩这样子，就不会去当做是一回事。嗯，那可是当我的声带之前唱不出来的时候，那段时间是非常的恐惧。那我相信你一定是跌入谷底的，就是你靠它吃饭的是吧？对，这是你的生命啊。突然间没有了，他即将离去。没了。我很难想象，如果说哪一天我的嗓子真的就发不出声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对一个用嗓子吃饭的人来讲，那段时间怎么度过的？哇，我记得我那时候，也还是有很多的工作，虽然说已经看过医生，医生说嗓子不能再唱了，不要再唱了，不然会更严重，要开刀的，那。当时就是尽力把很多的能够推掉的工作先推掉，然后专辑已经在准备的过程中先延后了半年吧。然后我记得我回到自己的家，回到家乡，回到家里，妈妈照顾吧。妈妈要用她的方式给我，比如说炖汤，帮我做很特别的保养嗓子的这个茶，然后在那段时间就是不断的去希望赶快的恢复自己的健康，然后对啊，我那段时间其实想了很多，因为想到什么了？很多人会问我，你还要继续唱吗？对这个问题，你能够继续唱吗？你会放弃吗？那时候我有很多的时候会想说，那如果不唱我要干嘛？对啊，我想出来。有答案吗？没有答案。我找不到答案。我想说我不唱我能干嘛？我能写歌吗？我写歌我也要靠唱。对。然后我觉得除了唱歌，除了音乐，我没有什么东西能做的，能做是让我能够有满足感，能够让我有快乐的。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说，我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跑回来，我一定要能够再继续唱歌，对啊，所以我就用尽我所有的办法去恢复，尽量去休息，把自己的嗓子找回来。还好，100天，这100天过去之后，嗓子还是恢复了哈。祝福你。谢谢。也要祝贺你哈。谢谢。我觉得真的很需要感谢的是，现场的跟电视机前面的所有的听众跟粉丝，因为那段时间的我可能是非常脆弱的，非常没有动力的，可是因为大家的坚持，大家对我的鼓励，通常在这种时候我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声音，跟大家持续的给我的信任，相信我，鼓励我，持续的给我笑容，我觉得那是很大的动力，能够让我撑到现在，能够让我从那时候差一点放弃的一个人继续坚持。今天有了第10张专辑，今天有了十年10张专辑，好，那我可能3年前就会放弃了，所以真的是谢谢所有这些朋友，没有了他们的掌声，没有了他们对我说的
一个承诺，不离不弃，我不可能再继续在钢琴面前，因为那个最大的挑战，最大的恐惧是面对，当我自己面对自己，看着自己的时候，林俊杰如果没有嗓音这件事情，我不能接受。嗯，刚才呢，你说到你那一百天能够让你坚持过来，有那么多歌迷对你的支持，你这样送给这段时间的自己和你一直以来支持着你的歌迷一首内心最想送给他们的歌曲吧，好不好？最想送给大家的啊，用钢琴弹吗？还是对，钢琴，钢琴，钢琴吗？钢琴，对。啊，他们都点歌了。好，因你而再留到最后啊。好。嗯。来，一千年以后是吧？忘了需要这个了。让爱留守，让心不动，让一切再来过，让我把所有美好在你面前不做保留，让我不走，让心不留，让你快快乐，心喜爱都为一无所获，让你一千年后记得我，让真心喜爱不为一无所获，让你一千年后记得我。李健，好听啊。这首歌是写给歌迷的是吧？对啊，就是感谢歌迷的哈，感谢歌迷，然后也在专辑当中请了粉丝一起来合唱。好，对，我们再回到刚开始啊，我的开场白。好，说我们出发的太久了，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是吧？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反省自己，不断的记住，然后呢去追寻，寻找回出发时候那个单纯的自己。所以我想问一下俊杰，走了这十年了，但是你现在身份很复杂，你要创作又要演唱，你还要给自己当老板，然后呢你还要去做一些潮那个时尚品牌潮牌是吧等等，这样的话你觉得你还能找回当年出发时候那个单纯的自我吗？可以。有什么方法吗？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二吗？因为我是一个很直接的人，我是一个就是都表现在自己的样子面前的吧，可能就是平时的自己就是比较阳光一些，然后就是想到什么就跟大家一起分享那种心态，然后用持续创作音乐的方式去呈现，保持住那种单纯的心。我觉得我的创作是让我最能够维持住一个好心态的一个方式，因为也是因为音乐，也是因为创作给了我力量，给了我自信，一种单纯的快乐。对，单纯的快乐于你而讲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快乐？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事。当我每次在舞台上大家愿意听我唱歌的时候，那个音乐一响起，麦克风拿起来，听到自己的歌声在音乐中伴随着大家，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幸福感，一种成就。我觉得只要一个人愿意听我唱歌，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快乐，我愿意继续唱下去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当难免很多时候心里会受环境影响，受可能其他的批评声音让自己不开心，可是我觉得只要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对得起自己就可以了，不要跟着别人的影子走。嗯，最重要的还是很知道自己每一步为什么去做，然后知道走的下一步是什么，对啊，就可以保持住一个最真诚的心，保持一份单纯的心。
啊，一颗能够冷静下来让自己安静下来的心，对，然后去享受自己的音乐，去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快乐就可以了。面对第二个十年有什么样的打算吗？下一个十年继续工作啊，结婚了没那么快了，也许吧，也许在下一个十年的时候，也许是一个接近成家的一个年龄。嗯，对啊，大家都在开始催婚了啊。对啊，这催婚是第一步，接下来就逼婚了啊。因为随着父母年龄越来越长啊，他们渴望要看到自己生命延续的那个下下一代，他会更加的强烈。所以呢，啊，你哥哥结婚了？哥哥结婚了，对。哥哥有宝宝了吗？还没。还没有啊。还没。那你抓紧时间，一定生在你哥哥前面。好，我的理想当然会想说啊，那是35岁左右。但我觉得35岁到38岁左右，那个时候。然后、啊、结婚生子是吧？对啊，也快了啦。对，那就努力的把工作做好。我觉得当一切工作都很安稳的时候，也许就有空间谈个恋爱吧。好的，对不对？无论面对下一个十年，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相信一路跟随你走来的这些歌迷都会支持你。同时，我相信你也一定会用自己的努力，不让这些追随你多年的歌迷失望。为大家写出更多被大家喜爱的歌曲，我们也期待着啊。刚才在咱们交流的时候，你说你是一个很坦率的人，你是一个很直接的人，但是场下有很多小朋友一直在喊，其实你就是二。我一直不想说出这个字。二挺好的，千万不要排除二。对，二人二说啊。善良单纯，除此之外你知道吧，一个二底下加一个人便是天。啊，对吗？啊，对，二嘛，对对对，加个人便是天嘛。嗯，所以光二还不行，要有二的率真，并且要有人的坦诚和真诚，才能够走好自己的音乐人生。说了这么多了，我觉得结束语放在我这儿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有这么多的歌迷在，所以我打算把今天节目的结束权利交给你。你回到那个舞台上，还回去是吧？跟大家一起唱一首歌啊！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更能表达你的心愿，那就是《因你而在》。来，有请姐姐。会唱吗？一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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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乡村走来，他用歌声表达对父老乡亲的热爱，他八年参加四届青歌赛，他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历练，让我痛苦，但是此时此刻对我来说是一种力量。刘和刚携妻子做客艺术人生，为您讲述他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